漂亮。这场的中国队在场上通过发球压制了对方的进攻，特别是这一段的发球全都是发给塞尔维亚的前排主攻。那塞尔维亚队无论是米哈伊洛维奇还是尼科里奇，在这一段一传都没有顶住。布拉克塞尔维奇的跳发也是非常有危险，要注意接好。传半到位，调整开网，哦，好球！这球扣在了界内。这种球应该算是塞尔维亚的反击机会。但是赫尔奇处理的非常漂亮。前排二号位点，还不像这个苏黎世，苏黎世有至少有两名37岁的队员。啊，这球打在界内，就要对上伊朗了，那伊朗呢是 F 组的最后一名，那对于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.